有皈依即皈命，往生论注曰：故知皈命即是礼拜，然礼拜但是恭敬，不必皈命。皈命里头一定有礼拜，礼拜里头不一定有皈命，所以皈命必是礼拜。若以此推，皈命为重啊，皈是回头啊，依是依靠啊。从哪里回头？从六道轮回回头啊。我不再干六道的事情了。啊，六道里面我们先前断悟修善啊，断悟修善的功德通通回向求生净土，我断悟修善不求人天福报，这真的归命了啊，依靠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本愿为神，现在就加持我啊，这种加持虽然我们好像还没有感触到，但是它是真的，它一点都不假。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到呢？你烦恼真的轻了，轻一分感到有一分，轻两分就感到有两分啊，轻三分就感到有三分，你得放下，你不放下加持你自己感觉不到啊，你自己能放下了，这个加持你感觉到了。啊，你会把世缘通通卸掉啊，不再放在心上啊。啊，世间一切世缘有很好，磨练自己；没有也很好，一心念佛，没有一样不好啊。啊，顺境很好，不起贪念。啊，把贪念的心放下，恶缘也好，不生嗔恚，不都是帮助自己提升吗？啊，善人与我有恩，恶人与我还是有恩，不通通帮助我提升吗？啊，善人，我把功德回向给他。啊，嘱咐他，恶人我也把功德回向给他，为什么？他造作恶业，我知道他将来一定有恶道啊，三恶道，希望他在三恶道里面受苦少常常存这种心啊，与道就相应了。啊，与皈命就相应了。